跟夏天来干个杯，吃完了小姨妈来喽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蛋给它爆开。我的天哪，我觉得太好看了吧，我都有点舍不得。下手了啊！哇哦，好丝滑的奶油，放心，我是洗过手的，不要歪，不要歪。哇哦，我做到了耶，竟然真的没有歪掉耶！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我想吃掉一个小人国的楼顶这个位置。哇哦！嗯，这种两极分化的感觉棒极了。哇哇，看香酥酥的大奶油，一口撸下去看能不能吃下去，挑战一口吃掉小人国王国的头。小姨妈的嘴就是个谜，哈哈哈，失态了失态了，不能在你们面前暴露这样粗鲁的我。我的天哪，没想到自己的嘴还有那么大呀。我们来尝一口奶油，用这个，我们来尝一口奶油。原来奶油可以用喝的方式去吃呢，我们来尝尝黄色的。吃完大餐之后可以别忘了，当来个这个。有他在，想吃啥吃啥，关注我哦。